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用克拉玛法则解这个方程组。我们看这个德塔等于多少呢？16、17、18、19。那我现在哈，把这个乘以负一加进来，我就是16、17，乘以负一加进来就是2。那我2可以抽出来，2抽出来以后的话，就16乘以1减掉17乘以1，因为2已经抽出来，乘以多少呢？16哈，减掉17啊，所以是负2。好，那这德塔 x 呢，等于多少哈？等于是20、21，那这是8、19，我把它乘以负2加进来，这是2、2是8、19。那我可以把2抽出去嘛？2抽出去，这剩下1了。那乘以多少？这个减这个，1乘以19是19，减掉18乘以1是18。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2。那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 x 等于多少呢？德塔分之德塔 x 等于负2分之2。等于负一。好，那现在德塔 y 啊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16了啊，17，这20、21了。我把乘以负一加进来，乘以负一加进来，这16、17，那就是4啊。哇，这个是20减16，4，21减17也是4啊。那4可以抽出来，4抽出来以后的话，就这个乘以这个，这剩下1了，因为4已经抽出去了。16乘以1的话是16，减掉17乘以1，17。所以这是负4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 y 哈就等于德塔分之德塔 y。德塔是等于负2，那这是负4，等于多少？等于2，所以 S 是负1，y 的话是2。